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愿神祝福大家。我们早上跟大家谈分享的。今朝同大家谈分享嘅。讲眼泪。讲眼泪。或许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我就睇到呢个题目，就会想想自己。就会谂下自己。我们都有流眼泪的时候。都有流眼泪嘅时候，有时候难过会流眼泪，有时难过会流眼泪，有时候不开心会流眼泪，有时候唔开心会流眼泪，有时候不顺利也会流眼泪。有时唔顺利都会流眼泪。其实这个眼泪其实呢个眼是我们人内心一种情感的流露，泪系我哋人类情感嘅流露，也是呈现我们人当时的一种心情。亦都呈现人一种嘅心情。有时候哭一哭就过去了，有时喊一喊咁就过去但是有时候流了很多的眼泪，但事情还是没有过去。但有时流咗好多眼泪，但系事情仲未过去。只要有良心的人，只要有良心嘅人，都曾经流过眼泪。都曾经流过眼泪。你发愁的事情，你发愁嘅事情，对你很重要。对你好重要。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也会流眼泪。得唔到解决嘅时候都会流眼泪。圣经里面圣经入边也有很多的经文谈到流眼泪。都有好多经文谈到流眼泪。流眼泪并不是一种羞耻，流眼泪并唔系一种羞耻，是一种内心感情的表达。系内心心情一种表达。神创造我们人类，人有泪腺。人创造我哋有内涵。就是你会流眼泪的腺，有泪腺，你没有那个泪腺，你就没有办法流眼泪。你冇嗰种泪腺就冇办法流眼泪。有一个我很好的同工，我一个好好嘅童工，他有一次，难过，佢一次难过，然后他做出哭的样子，佢扮成喊嘅样，就那个脸是哭的样子，我面系但是喊没嘅有样，眼泪啊，但系冇眼泪。所以。我没有注意哦，我就笑了他。所以我冇注意就笑咗佢，因为他也是男生的童工嘛。因为佢系男性嘅童工。哎呀，你不会哭就不要哭了。你唔识喊就唔好喊啦。他问我为什么你知道我不会哭？你问我你点知你我唔连识一喊？滴眼泪都没有你连一滴眼泪都冇。结果他告诉我，结果佢话他我听，从小就没有泪腺，佢从小就冇泪所以腺。他说我那种要想流眼泪不流啊，流不出来的那个才比流眼泪辛苦啊。然后佢就话嗰种想流眼泪但流唔出嗰种仲辛所以苦。我说对啊，看你脸的表情真的比较辛苦我话就系啊，你流个眼个所以表我情才辛知道，苦。原来有的人没有泪腺。原来我先知道有人冇泪腺嘅。所以这位童工告诉我说，他是往内流，是流不出去原来呢位童工话俾我听，佢系往内流嘅，不流管出怎么样，无论点样，流眼泪流也眼是泪我们人的情感的表达。系我哋人类情感嘅表达。那圣经里面有谈到一个先知。圣经入边谈到一个先称知，作流泪的先知，称做流泪嘅先这样知。讲应该大家知道是谁了。咁样讲，大家应该知道边个啦？就是耶利米先知。就系耶利米先知。我们来看那个耶利米书第四章。我哋睇耶利米书第四章，耶利米书第四章耶利米书第四章19节。19节，耶利米书第四章19节，19节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！我心疼痛，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，我不能静默不言，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。在这里，耶利米这样祷告，因为耶利米咁样祷告，他说我的肺腑啊，讲我肺腑啊，这就包括心，我们的内脏，就包括我哋嘅内脏，甚至说我的心疼痛啊，甚至话我心疼为痛，什么这样？点解咁样？因为他知道犹大国将要遭到毁灭。因为佢知道犹大国将要被毁灭，一个先知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社稷。一个先知佢担心嘅系一个国家嘅事，不是国家的事，什么是国家社稷？就是国家社会的意思了。国家嘅社情，国家社会，国家社会，因为社稷是讲这个社会的情况啊。社情就系这是我社会们嘅中情文况。的文言文在用的话，我哋文言文用嘅说话，所以讲简单就是国家社会可以讲简单讲就系国家社那会。他关心以色列国度，
佢关心以色列国，关心他们的兴旺和灭亡，佢关心佢哋嘅兴旺同埋灭亡，为百姓的信仰而祷告，为百姓嘅信仰，为什么犹大国要被遭灭亡？点解犹大国会遭被灭亡？是因为百姓的心啊不归向神，那因为百姓嘅心冇归向神，神不在这个国度国家里面存在，神冇喺呢个国家国度存在，所以他难过，所以佢难过，先知就为了这样的事情而心痛。先知就因为咁样嘅事情而心痛。我们为什么事情心痛呢？我哋为咩事情心痛？可能为我们的薪水高不高啊？可能为我哋薪水高唔高、啊？银行的存款胖不胖啊？啊，银行存款肥就是多不多的意思啊？多唔多？我们很少去关心神教会的事。我哋好少关心神教会嘅事。更少关心弟兄姐妹的灵命。更少关心弟兄姊妹嘅灵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点解会咁样？是我们的生活已经不再有神的国度在里面。因为我哋生活已经冇神嘅国度喺里边。我们再忙也要知道那一份心。我哋忙也都要知道嗰一份心。我们来看那个八章十节。我睇八章十节。八章的十节。八章十节。耶利米书八章第十节，十节。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，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。这里就把犹大国要被毁灭的其中一个原因讲了。这个讲到犹大国要被毁灭的原因，以色列人从小到大，以色列人因为从小到大都是一味的贪婪贪心、啊、都是一味的贪婪贪心，从先知到祭司都是这样虚晃做事，从先知到祭司都是虚妄做事，宗教领袖也是这样，宗教的领袖都是这样，一般的以色列百姓也是这样，一般的以色列百姓都是这样。神怎么会在这个国度里面呢？神怎么会在这个国度里面呢？所以先知在这里就把他们其中一个原因讲得好清楚啊。所以先知在这里将他其中一个原因讲得很清楚。那你想想看，你想想神的教会，神的教会不再有人关心，不再有人关心，大家都忙自己事业，大家都忙自己事业，忙自己的工作，忙自己的工作，那神的教会怎么办？那神的教会怎样？从小到大，从小到大，一味的贪婪，一味的贪婪，不是贪是什么？不是贪是什么？不把时间分给神，不将时间分给神，不付出一些精神工作，唔付出一啲精神工作来服侍神，嚟服侍神，那怎么去面对？咁点样去面对咧？神当然不会同在，神当然唔会同在，神当然会离开这个地方，神当然会离开呢个地方。我们看到神要拒绝犹大国，我睇到神要拒绝犹大国，甚至要把他们的产业家产都给别人，甚至将佢哋嘅产业家业俾人哋。如果这个别人是敌对的敌人魔鬼呢？如果这个敌人是、魔鬼呢？敌对的敌人魔鬼呢？敌对的敌人魔鬼呢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是谁造成？是谁造成？是我们自己不用心，是我们自己不用心。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我们的产业是什么？我们得救的信仰，我们得救的信仰，你不用心经营，你不用心去经营，那你怎么做？就会跟犹大国的下场一样，就同犹大国的下场。这个时候的先知啊，这个时候先知，难怪他会哭啊，难怪他生长在那个时代，他生长在那个时代。我们来看那个十四章的十七节，我们看十四章的十七节，十四章的十七节，十四章十七节，耶利米书十四章十七节，你要将这话对他们说，愿我眼泪汪汪，昼夜不息，因为我百姓受了列口破坏的大伤。在这里先知说，这个先知话，你们知道吗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眼睛一直流眼泪不止，我的眼睛一直流眼泪，白天也流，晚上也流，白日又流，为着以色列百姓，就为了我以色列百姓，那么大的破口，那么大的破口，所以神要弃绝他们了，所以神要弃绝他们了。今天我们为什么流泪？今天我们为什么流眼泪呢？为了人家不请你吃一餐饭吗？是不是人家不请你吃一餐饭呢？少吃一餐有什么关系？吃一餐有什么关系？还可以减肥呢，可以减肥。你的焦点力量不要放在那一餐饭了，你的焦点力量不要放在这个餐饭里面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追求不要那么跟一般世人一样没有品味啊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品味不要跟世上的人一样的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我追求是什么呢？要弄清楚，要搞清楚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耶利米先知，这里看到耶利米先知，他不为自己哭，他不为自己哭，为以色列国家哭，
佢为以色列国家哭，为百姓的信仰哭，为百姓嘅信仰嚟哭，这不简单啊！呢个唔简单。我们通常都自己管自己啊，通常系自己管自己，自己好就好啦，自己好就算啦。那个人跌倒算啦，啊，个人跌倒算啦。哎，我自己过好就好啦，我自己过得好就算了。我们在进步的社会环境里面，容易有这种现象。我哋喺进步嘅社会环境入边，容易有呢种现象。哪里会去关心别人？大家一齐关心别人。哪里会为别人祷告流眼泪？边会为人哋流眼泪祷告咧？哪里为自己的得救流眼泪？点为自己得救流泪？我们自己想看看，我谂下。神没有打电话告诉我们说你已经六十分可以得救了。啊，神冇打电话俾我听话六十分了你可以得救啦。没有，冇。只有到什么时候你才知道能不能得救？知道咩时候你先系知道自己得唔得救咧？世界见主的面，主耶稣说你能得救不得救？你离晒去到神嘅面前，神话俾。所以你根本没有把握了解你会得救。所以你根本冇把握。那你认为你自己现在很好了？你以为自己好？我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就好了。我自己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就好了。啊，我就可以得救了。我就可以得救。我行为就不错了。我行为那是你自己讲的。嗰系你自己讲。不是主耶稣讲的。唔系主耶稣。如果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按照圣经的标准，我们真的还差远了。我哋可能仲差好远。我们要想一想。我哋要谂下。当我们要关心别人，当我哋关心人，我们先为自己流泪，我哋先为自己流泪。做得怎么样？我哋自己做成点？自己跟神的关系自己要清楚的。自己同神嘅关系自己要清楚。只有自己很了解，只有自己了解。你不说别人也不知道。你唔讲话，唔话俾人哋听。但是在你不说的情况下，主耶稣知道。但你唔讲俾人听嘅情况下，主耶稣知道。求主带领我们，就求主带领我们。我们都会哭，我哋都会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。但我哋要知道，要哭得有意义，要哭得有意义，要哭得有价值，要哭得有价值。这种眼泪神才会纪念，呢种眼泪神先会纪念，让我们体会到那种信仰里面的真实感，让我们面临到新信仰嘅真实感，让我们感受到流泪过后的那种见证，我哋感受到流泪之后嘅见证。只有在主里面流泪的人，只有喺主里边流泪，神才会纪念他，神先会纪念佢。你为了这世界流泪，你为咗呢个世界流泪。你的结局会跟这世界一起灭亡的，你的足步就会同这个世界灭亡。那个不是属于主的，那不是属于主的。所以我们这个要搞清楚，所以我们这个要搞清楚。那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至少谈到有七种眼泪，至少谈到七种的眼泪。啊，今天早上我们就先来谈三种眼泪。今天早上我们先谈来谈三种眼泪。第一种眼泪什么眼泪呢？第一种眼泪是什么眼泪呢？我们来看箴言十五章，我看箴言十五章。箴言十五章，箴言十五章，十五章的十三节，十五章的十三节，箴言十五章十三节，十三节，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愁愁忧愁，灵被损伤。在这里说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。你讲到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，心里忧愁，灵被损伤。这里的灵，你不要换作灵魂了。这个灵不要翻出灵魂，是讲做心灵，是指住心灵，也是指我们的内心哦，也指我们的内心。所以这个经文都在讲内心哦，所以这个经文都指住你的内心喜乐，你的内心喜乐，面带笑容，你面带笑容，内心忧愁，内心忧愁，你的内心损伤啊，你的内心就被损伤，心灵损伤，心灵损伤。这个心灵损伤的程度很难讲啊，因为心灵的损伤程度很难讲。有一次我到美国。一次去到美国，然后去吃早餐，又去吃早餐。他们的早餐呢、是素食店，他们的早餐是素食的，所以叫了一杯咖啡跟一个面包点心，所以叫了一杯咖啡和一个面包点心。我在那边就听到一个消息，我那边就听到一个消息，说前不久啊，哇，不久以前，不久以前。这有一个客人来这边喝咖啡，有个客人来这边喝咖啡。他们有规定啊，他有规定，那个热度好像不能超过七十二度，那个热度不可以超过七十二度。那这样子来卖啊，这样来卖。结果有一个客人他也不注意，结果有个客人他自己不注意，他拿到热咖啡就喝了。他拿到熱咖啡就來喝，結果燙到他的那個舌頭，果辣到舌頭。結果當場馬上量熱度是75度，結果馬上量熱度是75度。我們一般熱開水滾是100度嘛，一般開水我們滾是100度，75度那個還不太算熱 75度所以都不算很熱。他一喝他說他燙傷了，
佢一飲佢就話立傷。後來就找律師為他打官司，然後就揾律師嚟打官司。後來他得到多少錢？他贏咧。然後佢得到幾多錢？$200,000，$200,000。因為問題是他舌頭受傷是小，心靈損傷。因為佢啊嗱頭損傷小事，佢心靈受傷。這樣子就被判賠$200,000。咁就判賠$200,000。啊，我們在這裡喝茶，那個喝茶的滾水幾乎都100度，我們都喝的沒事啊。我哋呢邊嘅飲茶都成100度，要吹一吹先。那有的人就是我心靈損傷，有啲人話啊，佢心靈損傷。所以心理憂愁損傷就很大。所以心靈憂愁損傷就很大。那在這裡講心中喜樂。所以呢度讲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面带笑容。有时候真的很喜乐，有时真系好喜乐。你在笑的时候，你流眼泪，你笑嘅时候都会流眼泪。那种感觉很好，很好嗰种感觉好好好好。我们再来看17章22节，我再睇17章22节。17章22节，17章22节，这里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呢度讲喜乐嘅心乃系良药。我们这样看可能不太明白。我咁样睇好似我唔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，当然知道，我们用一颗喜乐的心来面对我们的人生。但我哋知道用一个良啊喜乐嘅心嚟到，绝书念那了，绝笔念那，绝书纪念了，绝书纪念。这个喜乐的心会成为一个良药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咧。喜乐嘅心会好似一个良药喺心入边帮助我哋。所以喜乐的眼泪啊，所以喜乐嘅眼泪是神所纪念的，系神所纪念嘅。在诗篇里面有一篇讲到一个非常令人很。从黑暗中转变的一个生活，在诗篇里面讲到一个人在黑暗中来到去转变他生活。我们来看诗篇84篇，我们看诗篇84篇，诗篇的84篇，诗篇84篇，84篇第六节，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谷，你话佢哋经过流泪谷，这个流泪谷就是讲着黑暗的人生啊。呢流泪谷就系指住黑暗嘅人生，讲着痛苦的人生啊，指住痛苦嘅人生。这个时候怎么喜乐来呢？呢个时候点会喜乐起嚟咧？很难，很难，好难。你就好像深陷山谷里面，你就好似深入去山谷那么样的无助啊，咁无助，那么样的孤单，咁样嘅孤单，那么样的缺乏力量，咁样嘅缺乏力量。但是心中靠神向往神锡安大道的人呢、啊？但靠神的 心中往向锡安大道的人，这个人有福哎，这人有福了。他虽然经过流泪谷，可是你经过流泪谷，但是第六节下半段，第六节必有神秋雨之福盖满全谷，必有神秋雨之福盖满全谷。第七节说，所以第七节他们便行走力上加力，他们行便行走力上加力，然后可以朝见神。他们可以朝见。当我们走流泪谷的时候，当我们走流泪谷的时候，是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原因，一定有他的困难的地方，一定有他困难的地方，没办法解决的地方，没办法解决的地方。但是你心中向往神的道理，但你心中向往，你心中向往要来朝见神，你心中向往来能够在黑暗的乌云里面、啊、有一个地方打开见到神的面、啊、在黑暗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打开见到神。这真的是走过流泪谷的一种快乐，这个真的是见、啊、在走过流泪谷的一种快乐。作者在这里这样说，所以作者要得力量帮助乃是出自于主，要得力量得帮助是当我们通过的时候，当我们通过的时候，当我们忍耐忍受的时候，当我们忍耐忍受的时候，有一天神向你显明，有一日神向你显明，那个时候的快乐很难形容的啊，那日的那时的快乐很难形容，真的是喜乐的眼泪，真是喜乐的眼泪。主耶稣也这样说，主耶稣都这么说，他需要他的门徒效法他的什么，他需要他的门徒效法他的什么，他就会觉得喜乐呢，他就会觉得喜乐呢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章，我睇约翰福音15章，约翰福音的15章，约翰福音15章，15章，请看9节到11节，请睇9节到11节，约翰福音15章第9节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们，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10节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11节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说要效法主的爱，
呢度讲过我哋要效法主爱。但是主耶稣这样讲，但主耶稣咁样讲，爱要怎么样去产生？爱要点样去产生呢？就是、遵守我父的命令，就系要遵守我父嘅命令。就是、遵守主的道，就要遵守父我嘅道。即系主耶稣说。这样我的喜乐就会存在你们心里，咁我嘅喜乐就可以存在你心里。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，你嘅喜乐就可以满足。当我们感受到遵守神道理的一种见证，当我哋可以感受到遵守主，然后得到主的同工，也得到主同工。哇，那种感受啊，嗰种感受，喜乐的眼泪是很多的，喜乐嘅眼泪系好多，而且是一种见证，而且一种见证。记得。以前的教会生活，记得以前教会生活，大家来往比较亲密，大家来往比较亲密，所以彼此会互相探访，所以彼此互相探访，常常有很多见证就在家庭中发生，所以常常很多见证都在家庭中发生。哎，那种喜乐很难形容，那种喜乐很难形容。但是现在的社会呢？但现在社会不知道什么缘故，不知道咩彼此探访很少，彼此探访彼此问安的机会也少，彼此问安的机会，就好像灵里面的那种喜乐就越来越少，好像在灵里面的喜乐越来越少。如果照圣经的标准，这种生活是对吗？如果照圣经的标准，我们这样的生活，这不是属于属灵教会的生活，是不是属于属灵教会的生活？而是大家把自己缩在自己的圈圈里，原来定系将自己将就很难体会到圣灵中的喜乐，就好难体会到属灵中嘅喜乐，很难看见到圣灵中的见证，好难见到属灵中嘅见证。保罗他把腓立比教会的信心，保罗将腓立比教会建嘅当作祭物献给神，当住啊祭物献俾神。所以保罗这样祷告，所以保罗咁样祷告，我的喜乐是满足的，我嘅喜乐系满足嘅。今天我们的喜乐建立在什么地方？我对今日嘅喜乐建立喺边个地方？这个很重要啊，呢个重要。我们常常认为得到一份好工作，我成日认为得到一份好工作，读到一份好书，读到一份好书，得到很多的钱财，得到好多钱财，好像我们的喜乐就停在这里，好似我哋喜乐就停喺度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其实唔系我哋在圣经里面的喜乐，喺圣经入边嘅喜乐，着重在灵命的丰盛。着重于在灵命的丰盛，你为主的守道理的那种见证，你守主道理的见证。所以约翰长老这样劝勉，所以约翰长老，我们做父母亲看儿女守道理啊，我们喜乐，因为儿女你做父母亲就非常的高兴，父母亲就会很高兴。今天我们给孩子的信息也是这样啊，今天我们给、孩子的信息都他守道理， 你要高兴，他们守道理你虽然其他的他还学不会，虽然其他的他学不会，没有关系，不要紧，慢慢的教他，慢慢的教他，有道理，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他，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他，他的以后是不错，他以后是不会不错。我们不要去停留在世人的那种想法，我们不要只停留在世人的想法，所谓喜乐的眼泪，所谓喜乐的眼泪，就是要能够遵循道理而得到那种见证，就是要遵循道理而得到那个见证。有时候家里每天在一起生活，有时家里一起生活，也要有一天共同祷告的时间，对，要有一起祷告的 时间、五分钟也好，五分钟也好，但是今天我们没有了这种时间。但今日我哋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点解会咁样？我们自己要想一想，我哋自己谂。喜乐的见证，喜乐嘅见证，乃是在灵里面发出，乃喺灵入边发出。这是主耶稣说的，呢个主耶稣讲嘅。我们所在乎的是什么？我哋所在乎嘅系乜嘢？我们来看那个，这个罗马，这个保罗所做的见证啊。我哋睇保罗所作嘅见证。我们来看罗马书，我哋睇罗马书十四章，十四章，罗马书十四章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十七节。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，十七节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在这里就把神的国跟人世界的国度做了分别。呢度就将神嘅国同埋人世界嘅国度做分别。一般世人的世界的国度是强求吃喝，一般人世界嘅国度系着重于吃喝。用吃喝来代表所有物质和财富，用吃喝代表一切的财富。但你赚得多，你赚得多，你就是宴请客人多嘛。咁就系家里常常办宴席嘛，家里成日办宴席，生意上的往来嘛，生意上嘅往来，这些都是世界的，呢都系属于世界。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要讲得好清楚。神的国不在乎这些咧，神的国唔在乎呢啲，只在乎什么？只在乎有三件事，有三件事：公义、公义、和平、和平、圣灵中的喜乐、圣灵中嘅喜乐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流出喜乐的眼泪啊！我哋应该流出喜乐嘅眼泪。这个喜乐的眼泪，喜乐嘅眼泪是在主里面流的，
乃在于神，而不在主里边物质的条件来衡量的，唔系物质嘅条件嗰边。我们自己要去体会，我哋自己圣经既然这样说，圣经既然咁样追求，我哋就咁样就这样做，就咁样做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，冇咩讨价还价，这不是生意。这个不是，这更不是你的想法要跟耶稣的道理交换，更加不是你的想法和神经，你就是凭信心去做，你就凭信心去追求去追求，你才有 喜乐的见证，你才有喜乐的见证。圣经很强调这个，圣经很强调这个。第二种眼泪啊，第二种眼泪是哪一种眼泪神会纪念呢？是哪种眼泪神会纪念呢？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，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章，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到二十节，十七节到二十节，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？十九节，服侍主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二十节，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被为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各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在这里，保罗来到米利都这个地方，这里保罗来到米利都地方，就打发人到以弗所，把他所安立的长老全部叫过来，就打发人 去以弗所，将那些、长老带过来。他安立的、他安立的长老带过来、要兼顾他们，要兼顾他们，教会长老执事是要好好关心教会的，所以教会的长老执事要好好关心教会，要全心投入，比一般信徒更加认真了，要比全、信徒更加全心投入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安立的再把他们叫回来兼顾他们、你看保罗所安立的他们要将他可见这个长者领导的身份、很重要，所以看到长者的领导身份很重要，要做众信徒的模范走在前面、他 做信徒的模范走在前面，不是走在后面，不是在后面，教会的干部都是如此，教会的干部都是如此，不然你讲话没力、不是你讲话没力，讲到更没力，讲到更加没力，做不到，因为做不到，这个是很实际的一个神的工作，就是一个很实际的神的工作，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怎么去勉励别人，怎么去勉励其他人，怎么做模范，怎么做模范，所以保罗就很重视这件事，所以保罗就很重视，就把那些长老全部叫过来，就将那些长老全部教导他们要吃苦，教导他们，教导他们要忠心服侍，要忠心服侍，要凡事谦卑，凡事谦卑，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在神面前没什么好夸口的，你在社会上的成就是你个人的，你在世上的成就是个人的，但是在神面前神不看这个，但是神面前神不看这个，乃是看你的忠心服侍主的精神，来看你服侍主的精神，看你凡事谦卑的心智，看你凡事谦卑的心智，这里保罗说，这里保罗说，哇，眼中流泪，我眼中流泪，我受到很多的逼迫，我受到很多，我受到很多的经历，你们都知道，我受到很多经历，你都知道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所以你这里看到保罗他流出受苦的眼泪来、保罗流出受苦的眼泪，他这个人个性很强，这个人个性很强，权柄恩赐很大，权柄恩赐很大，带领很多的人信主，带领很多人来信主，建立很多的教会，建立很多的教会，如果用一般人的看法，用一般人的看法，他的圣功做得相当多，他做的圣功相当多，但是他经历了很多受苦的眼泪，但他经历了很多受苦的眼泪，我们今天都没有受苦，我们今天都没有受苦，过去我常常听长辈这样说，过去常听长辈在国内啊，哎呀不简单啊，在国内很不简单、聚会都要晚上聚会没有灯啊，聚会都要晚上聚会没灯，又说啊这个没有饭吃啊，还有没饭吃，所以现在很多肉就尽量吃啊，所以现在很多肉就尽量吃、当然个人的想法我们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当然这个个人想法、他认为要补回来嘛，都要补回来，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，到底要讲的过去那么样的贫困，过去咁穷嘅，都可以为福音、为信仰好好的争取，都系信仰嚟，为福音嚟。你很看重每一次的聚会，你看重每次，甚至看重每一次的做圣功，咁甚至看重每一次做圣功。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受逼迫、但系今日冇受逼迫，我们没有辛苦啊，我哋冇辛苦。我们现在是太舒服了，我哋今日实在太舒服了，舒服到哈，哎，这个好像有一点头晕，一点头晕咯，不能去教会哦。舒服到有啲头晕都唔翻教会啦、说不定你走一走流个汗就好了，可能你走一走流个汗就好了，怎么以前的那个心智没有啦，点解以前嘅心智冇咗，反而生活太好了，反而生活太好了、就很容易一点点事情啊，不是受逼迫、就不来教会，
啊，可能一啲少少事情唔係受逼迫，这些都是你的想法，呢都係你嘅想法，这些都是你的原则，呢都係你自己原则。那个受苦的眼泪跑哪里去了？嗰受苦嘅眼泪去咗边？做圣工本来就要受苦嘛，做圣工本来就系。你为了爱主，你为咗我聚会，我聚会，我做圣工，我做圣工，我祷告，我祷告，我读经，我读经，你一定要花时间嘛，有点花时间。哎，或许这个中间有时候不方便，或者你中间啲时间不方便，但是那一种一点点苦有什么关系呢？但系嗰少少嘅苦有咩关系呢？就是抓住主嘛。就是、啊！我愿意服侍主，我愿意服侍主。我做圣工，我快乐嘛！我做圣工，我快乐。哎，那个喜乐的眼泪和那个受苦的眼泪跑哪里去？我受苦眼泪同埋做圣工眼泪。你主耶稣说，接受进天国就很艰难嘛。进天国，他并没有说你做世上的工很艰难嘛。唔系话你做世上工，他反而说世上有苦难，没有错。反而话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在我里面有真平安，你们放心。但我哋喺我里面有真平安，你人的劳碌苦难，他是用这种说话来跟我们讲啊。人嘅世上劳碌苦难，然后讲到进天国，他说很艰难。但系佢话入天国好困难，那艰难表示很受苦啊。好艰难就系代表受苦。你要花时间亲近他，你要花时间嚟亲近佢。读经，你读祷告。祷告做圣工，做圣聚会，聚会，所以你要做很好的一个分别，所以你做好好嘅分别，所以你就对世上你就有一种舍去，所以你喺舍，哎，对那个舍弃，如果你不在意，哪有什么辛苦嘛？如果你唔舍弃嘅话，除非你舍不得嘛，除非你唔舍得，所以你会才觉得很苦啊，所以你先会觉得好苦。我们要弄清楚啊，我都要搞清楚，这个受苦的眼泪，受苦来是为主受苦来讲，来为主受苦，为自己受苦那个没有什么好夸口，我自己受苦嘅冇咩好夸口，为主受苦，系为主受苦，为主的圣工受苦，为主嘅圣工受苦，所以受苦的眼泪也可以称作工作的眼泪，所以啊，受苦嘅眼泪可以称作就是做圣工的眼泪，亦都做圣工嘅。保罗他这样做啊，保罗佢咁样做，耶稣的教训也是这样讲啊，耶稣教训都系咁样。我们不要另外自己发明啊，我哋唔好另外自己发明。哎呀，去教会很苦啊，啊去教会辛苦啊，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应该咁样谂。那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？你嘅信仰系点样嘅信仰？不应该这样想，唔应该咁样。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，要成为一个成熟嘅大人。我们愿意为主受苦。我哋愿意为主受苦，也是应该的，亦都系应该的。也没有什么好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为你受苦一次哦，你要给我100万啊，你可以这样祷告吗？你不可以咁样祷告话，我为你受苦，他为你的罪受死啦，你为主嘅罪，让你的罪得赦免啦。啊，主话你受死啦，这样做也是应该的。我哋咁样做而且主说交代啊，而且主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爱主啊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。这一条爱的道路上面，呢条爱嘅主耶稣已经先为我们付出了，主已经为我哋受苦在十架上，受苦喺十架上。我们反过来要学习怎么付出，我哋要反过来点样去付出。我们就算付出一条生命，也是算一点点而已。我哋就算付出一个生命，都系一点。我们自己要好好想一想，所以你自己谂一谂。受苦的眼泪，受苦嘅眼泪，工作的眼泪，工作嘅眼泪，神一定会纪念的，神一定会纪念嘅。你做看看，你做嚟睇下，你会有见证，你就会有见证。这种做圣工的眼泪，呢种做圣工嘅眼泪，真的会叫人很感动，真系会叫人好感动。我们来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嚟睇《使徒行传》20章36节、37节、36节、3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0章36节。保罗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。37节，众人痛哭，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。在这里，保罗讲完了劝勉的话。呢度保罗讲完众长老就还有信徒就跟他一起跪下祷告。众长老同埋众人哇，在祷告里面啊，喺祷告入边流出了工作的眼泪啊，流出咗工作嘅眼泪。大家互相相抱哭泣啊，大家互相嘅抱嚟到。我们就是太少这种。做工的眼泪，我哋就系太少做工嘅眼泪，所以你的心得不到激励，所以你心得唔到激励，满于现实的状况，满于现实，这样就够了，咁样够啦，一点吃苦的精神都没有，一啲吃苦嘅精神都冇，那你要怎么进天国？咁样点样去入天国？主耶稣说很艰难啦，主耶稣话好艰难，他说说你讲在前面啦，这条路很辛苦啊，啊已经讲喺前面啦，你不吃苦呢条路怎么走啊？你唔吃苦，你认为你好？你认为你好？你自己个人认为，你自己个人神认为你可以做得更多，神可以认为你可以做得更多。他用神的标准，我们怎么进去得救？要用神的标准，你怎样去得救呢？前几天，前几日啊，我们去一个教会帮忙圣工，我哋去咗教会一个教会帮忙圣工。那间教会以前香港也是关心过，呢间教会以前香港都关心过。听说很多人去过，听讲好多人去过，但是由于一些状况。但由于一啲状况，不方便再进去牧养，唔方便再进去牧养，所以停了将近7年，所以停了差不多7年。这一次
因为在某一个教会办施工训练，因为啊呢一次去到某个教会嚟到办施工训练，他们教会的负责人有来参加，佢哋嘅负责人有嚟参加，所以我就答应，所以就答应，无论如何要去看一次，无论如何都要，就算再怎么样不方便，就算点样唔，至少有去过一次，至少去过一次，看过那边的信徒，睇过嗰边嘅信徒，所以用这种心来去那边啊帮忙领会工作。所以用呢種心嚟去嗰邊幫忙領會工作。有一個同工也跟我去了，有同工都同我一起去。我們兩個人一起去。啊，兩個人一起去。一到那裡我真的嚇到。去到嗰度真係嚇親。他們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教會。佢哋起咗個非常靚嘅教會。自己蓋。自己起。而且大部分都自己信徒拿出來的。啊，甚至大部分都係自己信徒攞出來的。我聽負責人講。我聽負責人。外面幫忙的很少。外面幫忙嘅好少。幾乎都是他們自己出的。都是他们自己出的，盖了一间四层楼的会堂，起了一层四，所有的材料用欧洲的材料来盖，所有材料都用欧洲来盖，所以你看到个会堂的欧洲造型的，哎，看到那个啊教会，哇，这么困难的一个教会，这么困难的教会，而且他们有钱人很少，而且他们有钱人很少，我们在座可能很多生活都比他们好，啊，可能在座我们很多人都比他们好，他们这几年呢，他们几年虽然没有传道去牧养，虽然没有传道牧养，他们靠自己，他们靠自己，在患难中，在患难中，也靠自己建立教会，也靠自己在建立教会，真的不简单，真的不简单，在那个地方最漂亮的就是我们教会，在那个地方最靓就我们教会，在里面祷告唱诗大大声啊，外面都听不到，在里面大大唱诗，你看外面都听不到。一个贫穷的教会，你睇个贫穷嘅教会，却能够做出这样的见证，却可以做出咁样。我站在门口啊，我站喺门口，看到所有的材料都是高级的，睇到所有材料都系高级嘅，我心里很感动，心里边好感动。他们那么辛苦，佢哋咁辛苦，却能够做出为主建造会堂圣功的见证，佢可以做出为主建造圣功。我们有很多人生活很好，我哋好多人嘅生活可以赚的啊，大概两代三代不用愁啊。甚至可以赚到以后两三代都不用愁，但是做主工呢？但是做主工呢？没有人家这样的用心，啊，没人家这样用心，我们自己量量自己的心看看，我们量下自己的心，我们不是 在做批评，我们不是，我们只是做一个反思，我们自己做一个反思，为什么别人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可以做最美的见证，为什么人家在困苦当中可以做这么美的，尤其啊下午最后的祷告，尤其到下午，我们特别留了二十分钟，我特别留低二十分钟。这样的教会，咁样嘅教会，慕道者还不少咧，慕道者都唔少。哇，这个有组织完善的教会，反而慕道者不多啊，奇怪。有组织完善教会，反而慕道者唔多。这个真的是要考虑、思考的地方。这个真系要思考的地方，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为主做圣功嘛。原因我哋不愿意流出那个做圣功的眼泪嘛。愿意做流出做圣功的眼泪。我曾经看过。有的戴慕道者，我曾经看过，很好，戴慕道者不错，啊，戴慕道者，但是他把慕道者放在旁边，但佢将慕道者放在旁边，然后带的那个信徒在带领的信徒，他就坐在旁边打瞌睡，然后啊带领人嗰、那个节目就喺，然后介绍慕道者，哎，感谢主，我带来的慕道者，这个慕道者，慕道者，然后就话俾人听呢个我带嚟的慕道者，但是。很奇怪，要翻圣经了，他醒过来，帮忙翻完，又在那边睡觉。啊，奇怪，翻圣经也可以起翻身。那个慕道者心里怎么想啊？那个慕道者心里，你带我来，你带我来，你却在旁边睡觉。你却在旁边睡觉，或者不认真听到了，或者不认真听到了。对慕道者是一个很坏的印象。你俾慕道者一个很坏的印象。哇，这一次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件？你今次点解特别提？因为当中有一个姐妹，因为当中她还没有结婚，她仲未结婚，蛮年轻的，好年轻嘅，大概二十岁左右，大概二十岁左右。哇！他带他的妈妈跟姐姐来，他带他妈妈和姐姐来，他带不是说我带来给大家看，哎，慕道者，慕道者，不是这样、我带来不是我告诉你，我带了慕道者来，他祷告多久啊？他祷告他跟我做见证这样说，他跟我做见证，然后啊他们当他们答应要来的时候啊，他更加高兴了。啊，当他们答应要来的时候，感谢主，主啊，让我有机会做这个圣工。我呢个做，我现在带他们来了。我要带他们来了。求主耶稣开他的心。求主耶稣开他的心。求主耶稣拯救他们。求主耶稣拯救他们。他的祷告是这样，他祷告咁样，一次一次的很用心啊，一次一次好用心。就在那一天，就系嗰日，他的妈妈姐姐非常认真听到，佢嘅妈妈同埋姐姐好认真听到嚟。
早上中午用餐也没有离开哦，大家都在教会吃啊。中午吃饭都留在度，大家一齐食。哎，负责人也留下来吃啊。啊，负责人都留在一齐照顾到着，照顾信徒啊。照顾冇对，你用吃饭时间照顾啊。用吃饭时间。不错啊。照顾，不然你连那个吃饭时，你没有办法跟信徒慕道者互动啊。因为你冇办法同慕道者信徒互动。你只考虑自己啊。只考虑自己。哎，有时候我们做大人啊，做事情要想啊。有时候做大人要了，我不愿意吃这个，但是我为了要跟信徒互动，跟慕道者互动。你要有这个心啊！啊，虽然你愿意食呢个，但系你我们当传道没有办法选择，我想做个这个工，那个不好不做，我们没有办法这样选择。我哋冇办法选择做呢个中午做嗰个工。做负责人也是一样的，做负责人都一样。你要学会，要学会。有很多就是在中午的时候这样子谈，那个慕道者会说：哇，负责人都尊重我，我下次还要来。啊，好多人都冇到这，都因为啊，这是一种感受。啊所以我们当传道会去注意啊，哎，有慕道者了，一定会跟他打个招呼。啊，所以就是但会留意啊，他愿意留下来，我们就打招呼。哎，我看到有一些人真的会这样做啊。啊，见到啲负责人中午泡茶后聊聊，哎，不错啊。啊，中午泡茶。我看到很久没有来的，我见到好耐，还跟他聊一聊啊，同佢倾下，说不定聊十分钟，你对他的造就很大很大。定倾十分钟同佢造就好大。真的，因为他会一辈子记得你，因为佢可能一世都记住你。就是有这么一个人接我。我嚟就有咁嘅人嚟接待我，这是爱心的见证，呢个做工的见证，做工见证。如果他站起来了，如果他信主了，信主了，你自己在祷告都会做，因为做主工而流眼泪啊。因为你祷告入边都系啊，因为做主工嚟噶，我一点点的了解，咁就做一啲嘅即系成为别人的一个一生的改变，就会变成人哋。我们有这种想法，我哋有呢种想法。你做主工就有这种心胸，要这么宽。嚟做成功就有咁嘅心胸咁。你是为着主做。你为主而做，而不是只想自己，唔系只系谂自己。大家全部在一起啊！大家全部一齐、啊。感谢主啊！咁就系主。哎，最后祷告完的时候，最后祷告完之后，一次受圣灵八个大人，一次受圣灵有八个，三个慕道者，三个慕道者都是你，三个慕道者，其中妈妈姐姐得了，其中妈妈姐姐得。当我们在宣布，哎。哪几位得到？当你宣布边个灵言都非常流利，灵言都非常流利。这个姐妹啊，那个姊妹，她还没有起来，还是跪着哦。她仲未起嚟，仲系。她听到妈妈姐姐得到了，她听到妈妈高兴得不得了，哎，高兴到不得了。她还没有两手蒙眼睛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她的脸真的很难看啊！仲未啊，两手麻眼睛嘅时候，她长得不错啦，佢生得不错。因为听到妈妈姐姐得到圣灵了，就因为听到妈妈姐姐得到圣灵了，神垂听了她的祷告，悦纳了这个圣功。啊！神听到佢嘅祷告，悦纳佢圣功，所以他就流眼泪啊！所以佢就流眼泪。那个脸就，哎，听到妈妈姐姐得圣灵，我不会学，啊，那很难看。嗰种流眼泪我唔识学啦。如果平常看到我会吓一跳，有平时我会笑。但是我知道他是那种做工流出的喜乐的眼泪啊！因为佢呢种系啊做圣工，两手然后蒙着脸，然后趴在地上啊哭啊！手揞住面，然后趴地上，哇，都很感动，好感动，大家都感动，大家都感动。那些得圣灵的也流眼泪啦！啊，其他得圣灵都，我们已经很久几年没有这样子看到神的工作见证了。我哋已经好耐几年冇见到神工作见证。那个祷告真的很大声的，嗰个祷告真系好大声，很有力。力量的，好有力量的，不像我们有时候祷告没有力啊，唔好似我哋平时祷告冇力嘅。那什么祷告啊？咩祷告嚟嘅？我按手也懒得按啊，这种。哎，我手都懒得。不认真嘛？唔认真。我迫切嘛？唔迫切。啊，有的祷告没有声音啊。有啲祷告冇声音。嘿，你祷告神还没有声音啊？啊，祷告冇声音，何必呢？何必？我们祷告要认真，要专心。啊，祷告要啊，大声。哇，感谢主啊！做工的眼泪，做工的眼泪，在当中会看到彼此属灵真实的感情啊！喺属灵入边睇到互相，那才是真的造就人啊！嗰先系真正咁。有一个老弟兄啊，有个老弟兄，他信主好一段时间，信主一段时间，哇！他得到圣灵啊！佢得到圣灵啦，马上抓住我的手啊！马上捉住我手，传到，传到，我得到圣灵啦！我得到圣灵，我说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宣布你得到了。哦，宣布大概将近八十岁啊。差不多，老人家得圣灵不简单嘞，老人家得圣灵，讲话很慢，讲话好慢，动作很慢，动作好慢，要跪下，那个不像我们一下子就跪下来啊，跪低唔系一下子，也是慢动作跪的嘞，也慢动作嘅，哎，感谢主，他也用心祷告，咁就系主佢都用心祷告，耶稣赐给他圣灵啊，耶稣赐俾圣灵，他说啊，
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感动，让他的内心啊热起来了，让他圣灵心，然后啊他就舌头转动，用舌头转动，眼睛就自己流眼泪啊，眼睛就自己流眼泪，感动得不得了，感动到不得了，传道，传道，我有抽烟的习惯，我也要改啦，我有抽烟的习惯，我要改，哦，你看得圣灵就知道错了，啊，得圣灵你还就知道自己错了。基督徒怎么可以抽烟呢？基督徒点可以抽烟？会害生命啊！抽烟会害生命啊！生命谁给的？生命边个俾？神给的，神俾。所以你害生命就是不尊重神了。所以害生命就是你。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讲，就是不能抽烟了。所以呢个角度睇，有的人说圣经没写，不能抽烟了。圣经是啊，没写啊，我抽烟。但是你害生命啊，生命神给的，你害，你不尊重神就不对啊。你不尊重神就唔啱。对，这个烟害人生命啊。所以烟害人生命，让人减少生命，让人减少生命，他祷告自己有这种感动，他祷告自己这样其实要聚会开始我就奇怪怎么有人抽烟呢，啊，其实就开始，啊，奇怪人抽烟，那隔一个空位那个老人家坐我旁边，啊，隔一个空位那个老人家坐我旁边，我唱诗我就故意的往那边靠近说，哎，是他的身上有烟，啊，然后唱诗就故意靠身边，所以我很敏感，啊，没想到得圣灵他就有改变，我们想到得圣灵这个就是做圣工的眼泪，这个就是做圣工的眼泪，我们今天得到神的同工，啊，今天得到神同工，你再怎么辛苦，你再怎么辛苦，你的眼泪是值得，你的眼泪你的付出也是值得，你的我们应该要珍惜这样的见证啊，所以要这样的见证，感谢主啊，所以我看到他们了，所以我们看到他们，哎，他们说要常来，啊，要常来，啊，我说会，我说会，因为来到这样的地方感受到这种属灵工作的快乐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感受到大家都用心啊，大家都用心，不是逃避啊，不是逃避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第三个眼泪，第三个眼泪，神会纪念什么样的眼泪呢？神会纪念什么样的眼泪？我们请看马可福音十四章，我看马福音十四章，马可福音十四章，马可福音十四章，十四章的七十二节，十四章七十二节，马可福音十四章七十二节，立时鸡叫了第二片，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两片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，思想起来就哭了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思想主的话哭了，这里见到彼得想起主的话，为什么会哭呢？为什么要哭呢？我们来看三十节，我看三十节，三十节耶稣对彼得说，三十节耶稣对彼得说，我实在告诉你哦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你在今天晚上鸡叫第二遍以前呢，你今天夜晚鸡叫两片以前，你要三，你会三次不认我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马上反应说，彼得却马上的反应，我就是要死，一定和你一起死啊！我就算死都同你一起死。你人家离开你，我不会离开你了。人家离开你，我都不会离开你。其他的十一个门徒，我看那个年纪大的使徒彼得这样讲，跟着他讲。其他门徒见到啊，彼得年纪大的彼得这样讲，所以他有带头作用，所以他有带头。如果你是有影响力的人，如果你是有影响力的人，不要带领错误的方向，不要带领错误的方向，你的讲法做法会影响人家，你的讲法做法，如果不合圣经那你就完了，如果你已经你害人家信仰偏差，你害人家信仰偏差，所以做神的工要谨慎，所以做神的工要认真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当彼得这样讲，所以就见到白天这样说，白天这样讲，晚上他讲的话全部失去信用，晚上所讲的全部失去信用。鸡叫第二遍的时候，鸡叫第二次的时候，他 这之前他真的三次不认主，之前他真的三次不认主，所以彼得想到主的话，所以彼得他就哭了，他就哭了，哎呀我错了，哎呀我错了，我自以为有能力，我自以为有能力，我自以为很好，我自以为很好，我可以度过，我可以度过，我可以面对，我可以面对，我可以接受挑战，我可以接受挑战。结果呢，结果呢，肉身的彼得，肉身的彼得站不住脚，站不住脚，知道自己原来这么软弱，原来知道自己这么软弱，所以他想到这样主的话，他想到主的话，才知道真的没有用，才知道自己没用。他透过年轻的马可把这件事写出了，他透过年轻的马可将这件事写出来，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很大，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，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，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，虽然其他福音也有写，所以其他福音都有写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眼泪？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眼泪？他的哭是一种悔改的眼泪，他的哭是悔改的眼泪。直到他得圣灵的时候，直到得圣灵的时候，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工人，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工人，而且
他没想到他有三次不认主的一个经验，而且佢谂到自己有三次那个软弱经验，嗰种软弱激励他，激励咗佢，以后不能再软弱，以后唔好再软弱。得圣灵以后啊，得圣灵之后，他有力量带头带十一个门徒，勇敢的在公会众人面前讲见证啊。佢有能力喺公喺啊带领嘅门徒喺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说，所以使徒行传彼得和十一个门徒大胆勇敢的见证主耶稣。彼得和其他使徒在面众人面前大胆讲论主耶稣。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啊，我睇经文，你要特别注意为什么要这样写。你注意点解咁样写？彼得和十一个门徒，彼得同埋为什么特别写彼得？点解特别写彼得？因为这件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软弱，这件事还存在，过去还在的。因为过去啊，彼得呢个三次唔认主，但是得圣灵以后呢？但得圣灵他勇敢坚强做见证了。佢勇敢坚强做见证。特别写彼得和十一个门徒，所以佢写彼得同埋十一个门徒。对，后来我们继续看的时候，所以再过去睇嘅时候，哇！他后来第三章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他医治瘸腿的人呢。所以系俾使徒行传第三章佢医治，让他起来行走嘅。因为佢到了第十章行走，到了第十章到第十章。他在祷告，圣灵差遣他到哥尼流的家去。啊，祷告圣灵差遣他去到。这个都是在主的里面成全的。这个在主里边那边成全的。就在祷告里面。在祷告里边。他被差遣去啊。他被差遣去。然后到哥尼流家讲布道。然后去哥尼流那里。就正在布道的时候。在布道的时候。哥尼流一家就得圣灵了。哥尼流一家就得圣灵了。我们一般得圣灵是在祷告的时候吗？我哋一般得圣灵系祷告入边，那正在讲道就得圣灵啊！但喺讲道入边就奇妙不奇妙？奇唔奇妙？所以今天呢、啊，一个悔改的动作，所以今日一个悔改的动作，神如果帮助你，神如果悦纳你悔改的眼泪，悦纳你悔改嘅，神会赐给你力量的，神会赐俾你帮助你做好的，帮助你做好。你一直认为你好，你一直以为别人不好，人哋我就是这样，我就系咁，那你惨啦，咁你惨啦，你可能很难进神的国，你好难进神的国，因为你。只信你自己，因为你只系信自己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检讨，所以你成日要检讨，必要做一个悔改眼泪的祷告，必要做一个悔改眼泪的祷告，彼得悔改，背得彼得悔改，照坚固自己，佢坚固自己，并且造就人，并且造就人，让人也得到力量，并且让人得到见证，得到见证，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呢个系好美好嘅事，他成为有能力的神的国度里面的人啦，佢成为一个好有能力神国度里边嘅人，所以，他曾经啊。也有碰过这样的见证，我曾经都碰到这样的见证。当小弟在台上领会的时候，当小弟在台上面领会的时候，我就看到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慕道朋友，我就见到一个我不认识的慕道朋友。那因为坐在前面几排，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因为坐在前几排，我睇得很清楚。当我们讲到，当我哋讲到，他的嘴巴、嘴唇、嘴巴在动，他嘴巴在动。那旁边的信，他带的那个旁边的信徒啊，就带他来的那个信徒啊，就带他来的信徒，就看他。哎，怎么一直在动？啊，点解喺度一直喐？啊，他也不能控制，佢都唔可以控制。然后后来唱诗，然后唱诗，他流泪了，佢流泪。啊，最后祷告，最后祷告。哎，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求圣灵啊，因为我哋冇特别求圣灵，所以他还是在原来的位置祷告，所以佢喺原来嘅位置祷告。哎，他往前面的椅子要固定啊，奇怪，那个嘴巴会震动啊，要固定，但佢嘴巴系喐。哎，他这手放在那个椅子上，结果椅子也动啊，啊，他身体动，手放喺，他就往后面靠。他就用力紧紧的，用力紧紧，还是动了、啊。然后再都系喐。哎，后来聚会完问他，后来聚会问他，哎，刚才聚会你听道理的时候，怎么会这样？啊，刚才你听到你，我、哦、那个旁边信徒就讲，旁边哎，传道他得到圣灵了，啊，传道得圣灵了，就在聚会听道理，他就舌头跳动了。佢喺聚会听到你，所以使徒行传的见证在我们现在也发生啊。所以使徒行传嘅见证，奇妙不奇妙？奇唔奇妙？我们要得到神的同工，我哋今日要得到神同工，我们自己要懂得灵修，我哋要识得灵修，要检讨自己，要检讨自己，花多时间反省自己，花多时间，甚至发出那个悔改的眼泪，甚至发出流泪，不要、哦、只看别人啊，唔好净系睇其他，我们常常都是要悔改别人啊，我哋成日要悔改人哋，哎，你是神嘛？你系神咩？啊，我们不用做这种工作，我哋今日关心为他代祷就好，关心为佢代祷，发出爱心的祷告，发出爱心嘅祷告，哎，感谢主。感谢主，他原来在听到的时候就得圣灵，原来听到时候就得到圣灵、哎、他说后面的祷告那个信徒后来听到很大声、啊、后来祷告就问他、啊、你这个现象舌头跳动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把这个舌头跳动的时候就在听到你的时候开始，就听到你的时候，所以我们非常深信，使徒行传彼得在讲道、啊、听的人就得圣灵，听到人真的是这样，真是这样，圣经有的我们都可以体验得到，圣经有的我们都可以体验得到，但是你是否就是那个神要同工的那个人，
但我们是不是否啊神与同工的人呢？是，那你要常常反省自己。如果是你就要常常反省自己，因为你在反省悔改的过程中，因为在反省过程中你会越来越像神要的人，你是会成为神越来越要的人。你不可能说我百分百都是很完全的，你不可以说百分百我都完全。你今天上班讲错一句话，你今天上班讲错一句话，你忘记祷告，你就去祷告，或者有时候会跟同事讲一些不太好听的话，或者跟同事讲一些不好听的话。尤其外面的人很喜欢说黄色笑话，尤其外面的人很喜欢说，就算你没有讲你在听啊，就算你没有讲人家笑你也笑啊，人家笑那表示你听到心里面会笑啊，或者表示你听到心里面会笑，这样也不对啊。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做一个反省的，所以我们都要做个反省。所以我们要常常想之后，所以我们要伸出一颗悔改的眼泪，那么时候要伸出一颗悔改的眼泪，不要再犯同样的毛病，不要犯同一个毛病。诗篇作者也强调这个工作，诗篇的作者都强调一个工，这样的工作。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做，流出悔改的眼泪，如果我们愿意流出悔改的眼泪，神必会纪念，神必会纪念。我们看一下诗篇三十四篇，我睇下诗篇三十四篇，诗篇的三十四篇，诗篇三十四篇，三十四篇的十八节，三十四篇的十八节，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，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，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在这里告诉我们咯，呢度话俾你听，神靠近伤心的人咯，神靠近伤心的人。我们自己要留意，我自己我们不要因为讲话做事去伤害别人，我哋唔因为讲话做事伤害他，去亏负别人啦，而亏负其他。当然我们可以讲很多的理由，哇，对啊，他错啊。当然我哋可以讲好多理由，但是神看人是很公平的，但神睇人好清，好公平。如果我们伤害的那一个人，如果你伤害嗰人，他流眼泪在神面前祷告，神垂听，那你就倒霉了。啊，如果你佢啊伤心然后祷告神垂听，咁你就倒霉了。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，所以我哋唔好做咁嘅事。我们不要去伤别人，我哋唔好伤人，不要去亏负别人，唔好亏负人，不要仗着你口才很好颠倒是非，这没用。唔好以为自己啊口才好颠倒是非。这里说神靠近伤心的人哦，耶和华神，然后再来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哦，又拯救灵性痛悔的人。你愿意悔改，你愿意悔改，有什么软弱，有咩软弱，主必拯救你，主必拯救你，主必帮助你，主必帮助你。所以悔改的眼泪，所以悔改的眼泪是一个很好的得到神纪念的一个眼泪，是一个好好得到神纪念的眼泪。今天早上我们就谈这三种眼泪，我今日朝早就我们另外时间会再谈四种，另外四种眼泪，我们找时间讲另外四种眼泪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愿神祝福大家。唱诗，唱诗283首，283首。